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五 G 技术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五 G 电波马戏团数据特技的惊奇表演；二、五 G 信息快艇在数据湖上飙速；三、五 G 数字种子在技术土壤中迅速生根。耐么小六子，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五 G 电波马戏团数据特技的惊奇表演。各位尊敬的观众。 欢迎来到这场前所未有的奇观——五 G 电波马戏团数据特技的精奇表演。我是您的导赏教授，今天将带您一探五 G 技术如何在数据的绳索上翻腾跳跃，完成令人瞠目结舌的特技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马戏团的明星表演者——五 G 电波。这位表演者不同于他的前辈们三 G 和四 G，他拥有超高频率的身手，能在毫米波的绳索上轻松走过。这意味着他能够携带比以往任何时候多多的数据，并且速度快得惊人。 就像是电波界的飞人菲利普斯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看这场马戏团的第一个节目——即时串流的魔法。在这个节目中，五 G 电波将展示它如何在不到一眨眼的时间内，将高清视频串流到全球各地的观众手中。这不是魔术，这是高频宽和低延迟的结合体，让视频像是从空中飞来，落入您的掌中。然后，我们将目光转向远程手术的紧张走钢丝。在这里，五 G 电波扮演住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。 它必须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搭建一条稳固无比的数据桥梁，任何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但别担心，五 G 电波是经过严格训练的，它的高可靠性和低延迟特性使得远程手术成为可能，就像是在紧张的走钢丝上进行精准的跳跃。不要离开您的座位，因为接下来是物联网的集体空中飞人秀。在这个节目中，成千上万的设备将同时在五 G 的指挥下进行精彩的空中表演，从智慧冰箱到自驾车。 所有的设备都将在这个大型网络中互相沟通，展示出一场精密的数据同步舞蹈。最后，我们将以虚拟现实的深海潜水作为压轴，在这里，五 G 电波将带领我们潜入数据的深海，体验前所未有的虚拟现实世界。这个世界如此真实，以至于您几乎能感受到海浪拍打在脸上的感觉。这一切都得益于五 G 的超低延迟和超高速度，让虚拟变得近乎现实。各位观众，五 G 电波马戏团的表演到此结束。 希望您喜欢这场数据特技的惊奇表演。记得，这只是序幕，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未来的表演将更加精彩。谢谢大家，别忘了带走您的个人数据，并在离开时关闭您的五 G 连接。毕竟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数据在空中飞行时走失，不是吗？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五 G 信息快艇在数据湖上飙速。各位亲爱的数据水手们，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让数据湖上的浪花四溅的话题。 5G 信息快艇，这不是一艘真正的船只，而是一个比喻，用来形容在 5G 技术支持下，信息传输的速度和效率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数据湖是一个浩瀚无垠的信息储藏库，里面充满了从各种来源流入的数据河流。在 4G 时代，我们像是在这个湖上划住独木舟，虽然也能享受漫游数据湖的乐趣，但速度嘛，说快不快，说慢不慢，偶尔还会遇到信号的暗礁，让人有点摸不住头脑。然而，随着 5G 的到来， 一切都变了，5G 信息快艇就像是装上了超级引擎的水上摩托，它在数据湖上疾驰，带来的不仅是速度的飞跃，还有连接的稳定性和低延迟的魅力。这意味着，无论你是想及时下载一部高清电影，还是在线玩一场无延迟的虚拟现实游戏，5G 信息快艇都能让你如愿以偿，而且风驰电掣。不过，别以为 5G 就只是速度的提升哦，它还能让更多的设备同时在数据湖上航行而不互相干扰。 这就像是在湖上开了一场盛大的水上嘉年华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快艇，自由自在的遨游。当然，五 G 信息快艇也不是没有挑战。比如说，这艘快艇需要新的码头，也就是升级后的基站和更广泛的覆盖范围。此外，要想让快艇发挥最大效能，还需要新的导航系统，也就是更先进的网络架构和协议。总之，五 G 信息快艇正在改变我们在数据湖上的航行方式。它不仅让我们的旅程更快、更刺激。 还更加连接和智能，未来的数据湖将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地方，而五 G 信息快艇无疑是我们探索这片湖泊的最佳伙伴。所以，各位水手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乘风破浪，享受这场信息时代的极速之旅吧！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五 G 数字种子在技术土壤中迅速生根。好的，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时代的科技奇迹——五 G 数字种子。想象一下。 如果互联网是一片广袤的数字农田，那么五 G 技术无疑就是那种能让作物瞬间长高、结出丰硕果实的超级肥料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。在古老的二 G 时代，我们的数字种子还在用着慢吞吞的拨号上网，就像是用手推车运送种子，速度慢的让人想哭。然后，三 G 和四 G 的到来就像是农业革命，数字种子开始使用拖拉机和自动灌溉系统，信息的传输速度和效率大大提升。 现在五 G 来了，这不仅仅是一次升级，这是一次变革。五 G 就像是给数字种子装上了喷射背包，不仅速度快的惊人，而且连接的稳定性和低延迟性能，让这些种子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时间瞬间发芽生根。这些五 G 数字种子在技术土壤中迅速生根的故事，有几个特别有趣的例子：一、自动驾驶汽车，这些车辆就像是在数字农田中自由穿梭的机器人农夫。 他们依靠五 G 的超低延迟和高可靠性来进行精准的定位和及时的决策，确保我们的交通作物能够健康成长。二、远程手术，想象一下，一位在纽约的医生通过五 G 网络操作在加州的机器人手臂进行手术，这就像是远程操控的农业无人机在不同的地方播种和收割，而且这种手术的精准度和效率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三、智慧城市，五 G 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。 就像是数字农田中的自动化管理系统，从交通灯到垃圾回收，都能够更加高效和环保地运作。四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，这些技术让我们能够在数字世界中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真实感，就像是在数字农田中种下了一些能够产生奇幻果实的种子。五物联网，万物互联的时代来临，每一个设备都像是数字农田中的一株植物，它们相互交流，共享资源，共同繁荣。总之， 五 G 数字种子在技术土壤中的迅速生根，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，更是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高速连接、智慧互动的大型数字农场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农场中的农夫，耕耘住属于自己的数字田地。各位观众，五 G 电波马戏团、五 G 信息快艇和五 G 数字种子的表演告一段落。这些技术的到来，将给我们带来更快、更稳定、更智能的连接。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从即时串流的魔法到远程手术的紧张走钢丝，从物联网的集体空中飞人秀到虚拟现实的深海潜水，五 G 技术将在各个领域展现出惊人的能力。它将改变我们的交流方式、医疗技术、城市发展和娱乐体验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有趣。然而，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技术带来的挑战和风险。 我们需要确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，以确保这些表演能够持续进行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关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，确保我们的个人信息不会被滥用或泄露。最后，我想邀请观众们一起参与讨论，分享你们对于五 G 技术的看法和疑惑。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对这些新技术有什么期待和担忧？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数据的世界，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 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